来了总决赛的最后一刻，四个限定厂牌经过上半场的激烈比拼，一起 VS 战战战，崴到了吗？蛮严重的。排名并列第一的是程潇和赞多主理人，排名并列第三的是高瀚宇和杨丞琳主理人。下半场八支限定厂牌尽显神通，最后一搏。本年度的两期五胜总冠军，让我们恭喜。总冠军将花落谁家？敬请期待。欢迎来到由新晋环冰瓶独家冠名播出的第二季《了不起五社》总决赛下半场的录制，这是五社的最后一战。陪伴五社走过两季的总冠徐锦欢冰淇淋也将继续与大家共觅国运灵感，共享尽欢时刻。国运品质之选的徐锦欢鲜牛乳冰淇淋为大家的总决赛加油，祝大家舞出态度，舞到尽兴。我们了不起五社的官方微博在微博上发起了主理人两两合作心愿之舞征集活动，网友们积极参与回复分享留言，想要看到五社主理人合作名单。接下来也是满足微博网友心愿的时刻，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有请五社主理人杨丞琳、高瀚宇、李斯丹妮、程潇、赞多。潇潇，你脚恢复的怎么样啦？总决赛来看吗？等你哦。
其实这个合作舞台呢，不仅是微博网友的心愿，也圆满了舞社这一季许下的很多愿望啊。比如我还记得啊，我现在手上有一张赞多主理人写的心愿卡，其实那是写的是杨丞琳姐姐希望在这个节目上可以和姐姐合作。Yo, Naki Luvv, yeah, I'm talking, 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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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ckie, Jackie, 从来不会送那种那种 Mac, 那台 Mac, 突然我知道 Nike, yo, Jackie, Jackie, 从来不会送那种那种 Mac.X Crew Future 厂牌已经完成了他们表演，请专业技术评审打分。同时，现场的观众评审，如果你们喜欢这个作品，就请到倒数后投出你们手中的绿色毛巾。三、二、一。我觉得谁都没有那个欧式欧巴那种厚重感。太帅喽！太狂喽！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其实是那个瞬间，就他们七个在中间跳的时候，四个老大哥在旁边做一些手上的动作，那个画面让我非常非常有感觉，就像是四位大哥站在高处看着你们成长，包括那些托举技巧的，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到位的，因为每个人整体上的 technique 就非常好，在整体上的那个 power 那展现出来，我觉得是结合到了个性与共性的一个东西。I just give them like full score because they really manage their thing really nice and they are like a beast, they are on fire. Their show was just really hip hop. 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 X Crew Future。哇、哦，这也太帅了吧 ！X Crew， 哇 ，OK， 好久不见哈，真的是今天看到 X Crew 的哥哥们，然后能够一起来完成这个舞台，太帅了。Checky， 你们应该早就知道，就是我暗恋你们很久了嘛。对，就是一直很喜欢 X Crew， 我很开心你们还是用了可以代表你们的 style 出现在这个舞台，然后我依然很喜欢你们听音乐的方式，然后我觉得最棒的就是我可以感受到一种团队的凝聚力，不仅仅是为了 X Crew， 我有感受到更多是为了高瀚宇，对，所以这个爱我是感觉得到的，非常棒。谢谢杨丞琳主理人，不要哭了，来吧，
可以开始哭了，高汉宇。我刚才脑子里都在想要说什么。哎，我很会把人弄哭啊。差不多得了。Okay. 怎么说呢？首先我要非常真诚的感谢一下 AKK 哥、秦宇哥、JZ俊哥、阿奇，你们能够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为弟弟妹妹们站台，我真的要谢谢你们，真的真的很了不起，真的，因为他们真的是没日没夜的陪着他们，每天熬到三四点、四五点，然后这次呢，也是让我看到 Future 能够这么从容、这么开心、这么有安全感的在排一支舞蹈。他们几个每天在排练厅都是开开心心的，哎，大厅到了就玩游戏。我大厅你不排吗？大哥们在排喽。Everybody K 歌。不，OK， 我们先走位吧，因为第二趴的走位确实太多了，就咱俩不要往后退嘛。对，不往后退了。快录一下我们哥哥蹦床吧。看我们哥哥在蹦床。